好，这个东西说实话我都没有开过啊。特色五宝99999999，466，茱萸仙种等等等等。哦，来吧兄弟们，开始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个十百千万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令牌牌，令牌令令令令牌牌牌牌令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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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牌，定魂珠来了，还有吗？466，第一组，谁能告诉我这一组是多少成本？260万一个吧，那这一组来讲的话小亏，给我们兄弟赚回来，赚回来，兄弟大哥呀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大哥，这个是血亏呀，毛都没有一根吗？不行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99999999啊，还真有99999999的哈，出不了几个东西，99000啊，99000，茱萸仙子种子99000啊，这出一个这玩意儿啊。你给我出令牌，给我出令令令令牌，令牌令牌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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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令牌，哇天哪，啊哈哈哈，令牌出来了，可以啊，可以，非常的不错，真香啊，嗯，说来就来啊，真心的不错啊，好，好事成双，好事成双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 ，Come on， 大哥。把它装满，把它装满。哎呀，这个好像有点小亏哟。40万、40万、80万、40万、120万。嗯，小亏一点点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嘿嘿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大哥，来呀来呀 ，come on，come on。啊啊，不让开了，就这，就这呀，每天有数量限制的。啊，那这200个一天，那可以，还行，最起码出现了令牌，出现了2个定魂，出现了龙鳞以及超柳六，还有4个树苗啊，